各位金南好，赚钱玩乐一把照。今年上半年呢、有不少连假，很多人都开始计划要出游了。虽然很多景点已经去过，不过不少地方其实不断的推陈出新呢。尤其你知道吗？从去年底到今年呢、冒出好多新景点哦、真的呢。那我们今天就请达人来推荐，到底可以去哪里走走？不只要请达人推荐，我们还要进行评鉴哦，看谁的新景点呢最好玩。邀请到了专家来宾，首先第一位呢就是我们的资深导游林龙哥。嗨，大家好。紧接着邀请到呢是导游也是旅游部落客的丁小雨，好，欢迎跟小雨一起去旅行。今天呢邀请到的是我们的旅游达人肉卤 ，Hello， 大家好，还有旅游达人满分，满分带你玩新景点。好，可以看到呢，今天我们邀请到了四位来宾哦，分别两位导游，两位部落客哦，今天要比高下了，推荐呢今年最新的景点，来看到电视墙上面呢一一列出来了，我们就先从最旧的看起好了，好不好？比较旧一点点，最旧的就是呢，小雨要推荐的，也不旧哦，2021年十月中开幕的，要带我们去哪里嘞？这一站要带大家来到台南的小京都。我跟你们说，其实它是建于日治时期到现在，其实已经大约将近100年的历史建筑了，历史悠久。对，所以如果你喜欢日式风格的，想要出国享受感觉那种日式风景，在台湾其实就有，真的很有京都的味道。对，一进去，对，它有京都的味道，它。现在里面的这个木头啊，还有它的这个榻榻米啊，有外面的庭院啊，还有里面的这个位置都可以坐。那大家想说，它只是一个景点吗？没有哦，它还可以用餐，它里面餐点有很多。大家可以看到，我右手边这个，它是彩色的、五色的这个绿豆糕，你们吃过吗？怎么那么缤纷？太缤纷了，很厉害。它除了有这个五彩的绿豆糕之外，它还有五色的婚贵宾。哎呦，太台湾的传统料理就对了，很过分，对不对？很漂亮，而且它的这个价位又很 OK。像它这个婚贵宾100块，我觉得可以接受，也不贵。对，其他的餐点而且很好拍照，很好拍照又好吃，所以它是不仅是好看又好吃。那除了它可以用餐之外哦，因为其实老屋新生要有一些故事性，对，所以这个非常特别的加入了懒懒的元素哦，所以在里面可以看到，对，可以看到很多懒懒的造景，比如说它的这个披巾啦，或者是有很多的布啊，还有现场手懒的一些东西，所以。这么新的景点，大家有机会一定要去。所以来，第一个景点呢推出来之后，我们立刻就要比高下了。小雨所推荐这个景点呢，看在其他的达人眼中又觉得如何？今天我们呢，我也可以评分。对，除了三个评审之外，自己也要评审哦。我们今天呢最高分就是5个爱心，好不好？那到底呢，小雨他的这个景点能得几颗星呢？来，请举牌。来看到右手边呢，两位导游都是给星。接下来左边呢，布洛克的话。都只给半颗星，志杰的话呢也给一颗星，哎呦，所以总共呢来看到电视墙获得了4颗星的高分啦。这小雨所推荐的2021年10月开幕京都风老屋，4颗星分数其实很高，但是我们看到刚刚呢，布洛克组这边只举半颗星，而且还带摇头，来，满分为什么？其实我跟你说，刚刚那个老屋建筑我自己也超喜欢，我也有去过，很好拍。我那时候来到这，因为它就是老屋建筑结合。和日式风情的造景嘛，真的一秒到日本的感觉。我那时候特别去的时候，我还特别穿了简易版的浴衣，还买了现场他们的冉冉手扇去拍照，怎么拍都美。那我今天要介绍呢，为什么只给半颗星？对，为什么可以成这样？对，穿成这样。但是我要介绍是今年最新最酷的新亮点。你觉得太旧了就对了。对，我要介绍一个，4月才开，今年是1月份才试营运的，而且它距离刚刚的老宅很近，可以一起玩。开车距离不用5分钟就到了。对，那这一间呢，我要介绍的它是水豚君主题的甜点屋。水豚君走进去呢，大家不是先买甜点，不然呢，而是先看水豚君。对，我跟你说，它的对它的园区，它其实店面其实不是说非常大，它的卖店呢其实小小一间，座位区也不多，因为它主要是提供外带的。那它的庭院里面呢，它有设一个就是草地的庭院，然后有一个玻璃橱窗，我们可以透过玻璃橱窗去看到里面有3只可爱的水豚君，好疗愈哦。真的，我跟你说，这水豚君它是这个甜点店的。店长也是镇店之宝，对，因为主人非常喜欢水豚君。那来到这间那个甜点店呢，除了看水豚君之外呢，我们当然就是要吃它的甜点。它的招牌呢是它的豆塔跟水果塔。那我要介绍它的豆
塔真的非常好吃，它特别就是一般的豆塔可能都是圆形的，它的是长条形的，里面有四颗夏威夷豆，然后长条形是好拿也很好入口，重点是它的饼皮很酥脆，真的越吃越嚼越香，而且它有四种口味，我记得是有莓果啊、黑糖、牛奶糖、枫糖的口味，然后另外呢它还有一个就是它的水果塔，它的水果塔是秒杀款，就是一开卖之后几乎就是秒杀，我也没买到，我这么早就红啊，对，因为他刚说到他的塔皮非常的特别，是他们自制的，还有搭配他们自己自调的那个乳酪酱，然后还有新鲜不定期，就是有搭配当下的新鲜水果去做一个调配，又好看又好吃又好拍，而且他是每天下午2点准时开卖，所以一卖一开卖就卖完了，对，所以我那时候去，我其实也很可惜我没有买到，我买的就是他的那个果那个豆塔的礼盒，可我觉得很棒，很适合搭配刚刚的那个老屋一起走，哎呦，所以满分只给半颗星，我觉得算是 OK 啦，因为它有它的理由，有另外一个更新的景点，而且还有可爱的水豚君、真的、所以这两个景点如果搭在一起玩的话，就一颗星了啦。没有乳嘞，你是因为台南人所以比较严格吗？不是，是不够星啊。晚年这青木人啊，来来，更新的哪里有啊？我要推荐的这个是啊，二月底才刚开幕的，那真的是，而且是什么呢？奥莱，奥莱，跟刚刚前面比，那个面积大了几百倍的，对对对，这个啊真的是未演先轰动啊，已经在两三年前，大家都已经看着那个奥莱啊，就在台南高铁的外面一直期待着，今年终于开幕了，终于开了。而且啊，如果你喜欢登山，你喜欢去户外啊，你会发现里面的东西真的是下沙。像我自己很爱买的一个名牌就是登山鞋啊，里面是四折，而且你买三件之后再打八折，等于是32折，打到骨折了。对，如果你有在登山，像那个小雨有在登山，你就发现那个鞋子真的是超好买，而且那个旅游的那个背包啊，登山一般登郊山的背包啊，几折呢？几折？2折，下杀2折，而且是名牌哦。我PO的时候，大家说怎么可能？怎么可能？那价钱就在那边。但是原价大概原本要多少钱？然后下杀来变多少钱？原本是2000多块，然后下杀之后450块。450块真的不夸张，我老婆就买了一个，还帮她妈再买一个，这个会失心疯哎，对啊，买到赚到就对了，而且有很多一些品牌，你可以进去里面逛，像那个一般的慢跑鞋啊，一双800多块，而且是有名的慢跑鞋哦，名牌的慢跑鞋，对，名牌慢跑800多块，原价也是2000多块。你知道吗？因为之前台湾很多奥莱都被骂说，什么奥莱啊，价格都还是跟百货公司一样贵，差不多。这个价钱有奥莱的感觉。对，我一泼，大家说这真的是奥莱，这才是奥莱，就对，日本奥莱的感觉了。对，那其实来到台南，台南的奥莱，很多人把它称为叫。这根本是美食的奥莱，为什么呢？因为它里面有超多不同种的美食品牌，像是连续在泰国获得3年米其林的泰国的那个泰式料理也在这边开店，这边也有。然后在新加坡获得米其林美食鳗鱼的日本名店也来这里开店，那么多米其林在奥莱里面。对对对，所以你来到奥莱，你会发现哇，里面除了有一些国外的品牌，还有什么呢？还有台南自己的港式饮茶也在。在里面开店，台南自己在地的，对，在地的，还有台南的老台菜，以前很多人来台南都会去台南的那个中西区那边吃一间老台菜，对，他也在这边开店。然后呢，还有什么呢？安平很有名的那个豆花。然后呢，也来这里开店，这里有分店，对对对，所以你会发现很多人来这里啊，他不是在买东西，他是来吃东西，而且很多日本的拉面啊，日本的那个京都的炸牛排，异国料理也有很多，你会发现进去很像不用出国，你很像就来到日本在逛奥莱的那种氛围，日式的奥莱。对，所以你会不会推荐，如果我到台南真的时间不够，我干脆奥莱走一圈，很多台南美食就一网打尽了。对，而且你逛你这边。待上一天你都不想离开，因为就很方便，它就在台南高铁的对面，然后如果你搭火车它就在那个沙仑站的前面，那如果你开车它就在快速道路一下来，大概开不到5分钟就到了，而且交通真的很方便。我觉得这很有日本奥莱的感觉，因为日本奥莱通常都设在机场旁边，对，交通方便，对，让你当作旅游的最后一站，什么东西没买到这里完全都给它补齐了，好不好？所以刚刚得4颗星，这布洛克都给2颗，原因在这里告诉大家。那我们最后就回到小雨身上，好，你介绍你负责，我们要玩久一点啊。好啊，过一夜，今天晚上有没有住哪里啊？刚刚
已经嫌弃我那个有点没那么香。有没有嫌弃的？还是很好，还是很好。要介绍的是今年1月29才开幕的饭店。饭店新哦，这家饭店哦很新潮哦，它是在安平区，大家可以看到照片上是非常美式风格。那它这美式风格之外，哎，又带了一点怀旧复古的元素。它一进来呢，就有一个红砖的拱门，然后呢，对，在大厅这边有一整面红砖墙，可是它的红砖墙是那种很新颖的感觉，可是它又混合了那种不一样的这个元素在里面。大家看到大厅啊，它就很美式的风格，还有酒吧。哎、欸，对，还有酒吧，所以大家如果想要小酌的话，哎、欸，在一楼安全。那它有提供24小时的咖啡啦，还有一些台南在地的那种三明治，也是免费提供的。对，那有些朋友想说，哎、欸，我可不可以有带小孩来？他们没有想要这么嗨怎么办？也是有儿童的娱乐室。这里也有、啊，对，也有附设给大家，所以小朋友可以去那边放电。然后接下来是他的房间的设计呢，因为我说他是新饭店嘛，所以他结合那种艺术家的气息，所以大家可以看到他的艺术家的气息，就是有很多几何跟线条的图腾，而且颜色都很鲜明，所以你入住的时候就有一种很放松的感觉。而且啊，如果你是挑比较高楼层的这个客房的话，你可以鸟瞰安平港。哇，这又更加。对呀、啊，你在家里，你在你的客房里面就可以直接看到夕阳。那如果你真的想要，就是稍微去也不用太远的地方，你也可以去3分钟就可以到的渔光岛、或是安平老街、附近，还有我们德阳舰等等的景点都是可以顺延。都很新哎、欸，对，都很新。这个饭店算有扳回一城的，有吗？有加分了啦。有价格看能不能加更多分。价格给大家看一下，好了，准备喽。一个晚上安平的潮流新饭店要多。多少钱？3000块，其实还可以耶、含早餐的花园双人房啦。对，所以我们那个行程真的很好玩，如果都想玩的话，对，就可以排了2天1夜了。把它排成行程来看一下、我们可以第一天，不然我们就下午逛 Outlet 好了，对，那晚上我们就住刚刚推荐的新饭店。那我们还剩下2个空格啊，就第一天的晚上跟第二天的早上，到底可以做什么嘞？玲珑哥，请填空。就来去安平那台耍，就在他的饭店附近这边，安平港。對，安平港晚上可以坐船，它有三种方式。第一种是三百块的，就是运河段，搭船之后向右转，经过很大的运河，然后经过几座桥梁，这种的哈，晚上它可以一直营业到8、9点，它不受潮汐的影响。第二种你可以坐那个内港线、看到这个鱼市场，然后看到德阳线，然后到山、那个游艇、好几亿的那游艇、然后再到那个红树林区、这嘛是300块、黄昏爱之船、第三种那就要看潮汐、潮汐不能太高，之后呢它会有最好挑6点的那一班。6点为什么？6点它就可以从内港、然后接下来红树林，然后到旧渔船码头，接下来开始从那个旧区之后，经过总共12座桥，其中有3座要低头，要不然会头磕胸，降到头对啊，那个解说员哦，很会讲，从头到尾没有人场，甚至你在低头的时候，你手伸出来，手指头这样，你可以碰到那个桥底下，噔噔噔这样子过去，然后他还会配乐呢，配那个韩岛警局那个主题曲这样子，那绕一圈，你看。如果时间正好，然后他到了这个，就是本来像右转300块那一种，绕到这一区之后，他船就停在中间，让你看夕阳。好美哦，倒映在那个地方真的很漂亮。这个是玲珑哥拍的，哦，你人品真的很好。哇，那可是你自己拍的，拍到那么漂亮的风景。哎呀，人品好的呢。哎，然后这是500块，较贵。第三种较贵。对，它是前航段。那另外有一个行程哦，就是和乐广场，它是一个什么样的地方呢？这个《富比士》杂志评选说，全世界有一个七大最值得期待的公园哦。哎，期待的看什么东西呢？它原本啊是这一个台南哈。对，这个台南人，你以前有去逛，有没有去逛过中国城？有，你有去逛过？那个是老一辈才知道的，老一辈才知道。你几岁？你有去逛的时候大概几岁？哦，那小时候那个真的是一个很老景点，对对。然后印象里面，他开始不能去的时候，你几岁？
也很久了，对不对？好历史丢掉了。你看，它那个就在老运河的旁边，然后很漂亮，就是原本这个桥那趟呢，中国城呢，经过协调，钉子户啊，什么都协调后之后呢，拆掉。拆掉要把它弄成什么呢？台南那边有七股戏湖，市区里面就有城市的戏湖。啊，戏湖可以做什么呢？水放下来，自来水可以让小朋友在那玩水，30公分的呢。台南别的没有，就是热个劲干，对不对？让小孩子戏水啊，小孩子爬个劲干，对不对？它的里面你在钻进去的地方啊，哦，它上面啊一层楼的地方啊打掉下面，你水还从下面流过去，你还可以在那边玩。对，这个。晚上的时候，灯光一打开，投射在那个30公分的水哈、啊，很漂亮啊。所以说呢，很期待那个什么，各位台南目前熊笑的消息，大家，而且女孩子随便摆个姿势哈，背后就像罗马式的那个建筑，罗马式的台柱，那拍过去就是哦，一秒到欧洲的那种感觉，在城市里面有这么样啊。所以玲珑哥呢又推荐两个景点呐、啊，我们就把这两个景点呢排到刚刚那两天一夜的行程当中来看到。第一天晚上我们就去呢。大运河游船，然后第二天呢，和乐广场就排在早上把它走一走了。第一个丁小雨所推荐的行程完好完满之后呢，接下来换玲珑哥要推荐了。玲珑哥要推荐的景点呢，只晚了半个月左右哦，同样在10月份开幕了，到底是哪里呢？休息一下。2022年必去新景点评鉴，我们接下来呢要来换我们旅游界最可爱，我们的旅游界耆老玲珑哥、欸，你总是站在最前线呢。那去年10月底新开幕的景点在哪里？这个苏东隧道哈，宜兰管建户哈花了800多万把它弄得很漂亮，变成一个星光朵朵，然后 3D 立体世界来的，因为苏澳南方澳这个地方啊，就是出海扇嘛，啊，所以说你进到隧道里面哦，哇，抬头一看，鲨鱼、尾鱼、青鱼哦，嚯啊，然后小鱼一大堆啊，印上去，对，到处摸鱼啊，哎呀，可以摸到墙壁的鱼，然后大概每半个小时哈，就有十分钟的这个头灯秀啊，灯光很漂亮，然后。你可以爬到上面哦，它上面上个阶梯，上面之后可以往下看。然后呢，它就把它规划成一个南方澳山海自行车道。对，从这个永乐火车站，然后从苏澳这边的景点开始一直骑过来。这个你要经过这个木屐博物馆，木屐博物馆、我们经常带团去啊，请擦脚哈，那个日本讲十里八那皮皮擦脚嘛，你可以。你有没有穿过十个人一起穿的一双？哦，人家是那个玩游戏，然后在那画左脚右脚，左脚右脚两个互相在比赛，这里就有就对了。哎，有，要不然就是一个茶架哈，完全是木头原弄好的，你自己去彩绘成你什么样的颜色，金窝胜，要不然就一个吊牌。然后呢，接下来就会骑到这个地方，这个地方过去就是南方澳，就南方澳啊呢，哎，那个叫内皮情人滩，8.5公里，啊，这个现在是不是？归类为你看，刚刚是全世界七大，这个全台湾十大最漂亮的脚踏车道。当然呢，不能只有推荐啊，我们接下来呢也要看看其他达人喜不喜欢这个玲珑哥的景点啊，好不好？同样也是评鉴时刻来了，好不好？4位的达人加上了志杰一起来评分，玲珑哥推荐，请举牌。来看到呢，右手边2位导游都还是给星啊，左手边。满分给星了，大陆还是半颗，志杰这里也只有半颗星。来来来，所以玲珑哥来看到呢，推荐的景点呢、啊，这个苏东隧道呢，也是获得4颗星的高分，分数也很高啦。但是。巴洛很严格哎，刚刚女排男也不给分，现在来到了宜兰也有意见啊，宜兰女婿怎么了？怎么了？对对 对, 對、嗯，要求比较高。因为其实苏东隧道不大，其实你就可以骑完之后，你就可以先去那个吃一下东西。我要推荐的这一间是吃安康鱼，安康鱼是什么？日本三大名鱼之一，而且日本人到冬天都是在吃安康鱼的火锅。有人形容它的口感像什么？像龙虾。又像干贝的混合感，那么 Q 弹，对对对，所以你吃下去的时候，你会发现很特别。那其实这一间海鲜餐厅啊，它主打的就是安康鱼。那安康鱼进去一定要点什么？它有一道叫蜜汁安康鱼，它把那个安康鱼的下巴啊，把它酥的。非常非常酥，可是它还保有一些鱼肉的一些嫩度，然后呢再用蜜汁然后去把它蜜，所以你吃的时候你会发现哇，那个
每一口下去啊，咔嚓咔嚓，然后又很甜又很酥，你就会想叫什么，就想开喝的那种感觉。对 对, 對，就是那生啤酒来的。对，而且这种小朋友也会很喜欢。对对对，而且安康鱼的什么呢？安康鱼的鱼干有什么呢？有海底鹅肝的那种美称。哦。然后这边鹅肝怎么，它的鱼干怎么吃呢？它鱼干它会用一些红烧的方式去把它料理，然后呢，再用什么？再用那个银丝卷。然后银丝卷炸的银丝卷，然后把那个鱼干，因为鱼干的味道有些人不太能够接受嘛，可是它其实不会有太多的腥味，然后就把那个舀起来，然后放在那个银丝卷上面，然后一口下去，多层次的感觉，真的很好吃，我怎么觉得有点法式的吃法，真的，它有点法式，对对对，那吃完之后哈、啊，你就发现有点罪恶感，有点，我就要推荐大家苏澳一个秘境，那这个秘境在苏澳火车站对面的苏澳冷泉旁边的路上。上去之后啊，你大概只要走20分钟、嗯，你就可以看到什么呢？看到苏澳港、哦，看到北方澳军港、哦，看到南方澳渔港、哦，看到苏澳市区、哦，制高点就 对，制高点还可以看到什么？看到苏花改的那个蜿蜒的路，啊、然后进隧道，苏花改都看到、啊，对，所以这边啊真的是秘境。那它叫七星岭步道，那它全长其实是多长呢？大概4.多公里，蛮长的、哦。对，可是你不一定要走完全程，你可以走前面大概20分钟，你就可以抵达一个制高点，然后去看整个非常美丽的海港风貌。那如果你时间允许的话，你可以一早来这边看什么？看日出。哦、这边有一个很漂亮的那个苏澳的那个苏澳港起来的日出的美景，嗯、非常非常美丽、哎。那很推荐大家可以来这边走走。经过巴洛补充啊，这整个行程感觉就很完整，很棒，可以玩一天。对。那如果我们晚上呢也想要住新饭店新的话，满、分这边有推荐的吗？当然有啦，我要推荐这个也很厉害。哦、这间饭店。店呢，它是去年4月全新开幕的。我要先来介绍一下它的位置，它的位置呢是在那个宜兰的东山区。对，然后它距离那个罗东运动公园其实还蛮近，开车不用5分钟。嗯、我形容它是乐园度假村，对，因为它占地3000坪，非常的大。里面呢，它有一个像这个波西米亚的三角小木屋，是，真的很好拍，光这一个景我就拍蛮久的了。对，然后里面呢，在往园区里面走呢，它有一个是彩色气球的阶梯步道，可以往上走，很像那种梦幻的感觉。对，另外呢，它还有一个水上的秋千，另外呢，它还有一个落羽松的步道 ，OK， 还有一个玫瑰花的拱门隧道。哎呦，哎，能拍的太多了吧？真的，还有一个就是天鹅湖的池塘，它的外观就是一个天鹅湖，就是天鹅的造景。然后这个池塘呢，它是可以戏水的，还可以玩独木舟，还可以玩划小船。对，天气好的时候很适合来带小朋友来这里玩水，又可以拍照，是不是真的？然后刚刚讲到了，它这个里面园区还有一个小型的迷你动物园，对，你那个门票呢可以用来换那个饲料，那可以喂哪些动物呢？可以喂小鹿斑比，这里有鹿，没错，有梅花鹿，还有可爱的水豚君，是水豚君又来了，对。你们看我喂的水豚，跟着水豚君到处跑啊！真的。然后呢，还有那个草泥马，就是羊驼。对，那来这除了喂小动物，其实它里面的管理人员其实还不错，他真的是会帮你介绍一些动物的一些生态，哎，让你了解这些动物，然后可以近距离的观察它，跟它互动。那接下来介绍它的房间饭店了，没错。现在看一下它的建筑，它的建筑我觉得很特别，有点不规则型，异国风情，就是它的这个建筑特色很特别。对，就是看起来就是因为玻璃橱窗。然后尤其是蓝天拍起来的时候，感觉真的很像到国外的 feel， 珠宝盒的感觉。没错，而且它的房间啊选择也很多，它有双人房、四人房也可以包栋。对，那最大的特色就是它的房间有很多种风格，有波西米亚风格、地中海风格、巴厘岛风格，就是各种好像让你进去不同的度假感的。没错，就是让它，因为主人就是要让你来到这个度假村，就是一秒飞出国的感觉。所以你今天想要去地中，你想要去哪里，就是哎、选择那一个的房型。对，那当然多人朋友也可以直接包整栋的住宿。那住宿的部分是有包含早餐还有刚刚整个游园的设施体验活动跟包含喂动物的部分。来看一下多少钱，一个晚上哦，还有5000元，是每日的价格，是包含那些活动哦，还可以喂食哦，所有活动都加进来了，平日大概是在5000块左右，给大家参考咯。所以呢，这个呢就是玲珑哥所推荐的一个新景点。我们把刚刚呢骂漏的补充啊，还有呢满分的住宿啊都拉进来，把它变成一个2天1夜的行程。但是你注意看哦，
这吃的都没有提到哎、欸，补上最后一块拼图，我们就请小雨好了。哎、欸啊，来到这里要吃什么？如果想到宜兰的夜市，大家会想到哎罗东夜市，对对对，或是东山夜市。是啊，不好意思，我要介绍的是在地人才知道的东山夜市。东山夜市在地，这个没听过、欸，对，没错，大家有去过吗？没有，没有，对不对？好，其实东山夜市哦，它是一直搬来搬去的，现在是搬到了东山车站旁边， okay. 它是期间限定，只有一个礼拜。就开礼拜六的时间、啊，一个礼拜就一天啊，对、哦，如果下雨天还不会开，是、哦、下雨天还不开，所以它非常珍贵，真的很珍贵，因为很容易扑空、啊。所以这个东山夜市它是只有礼拜六限定、嗯。那我去的时候啊，它像是有吃的，有一些台湾的小吃，嗯、有坐有一些座位可以坐，那也有一些可以外带，比如说你可以到东山车站附近坐着吃、嗯，我觉得也蛮浪漫的，因为那边风景蛮好的。加码一下，好的。这个东山车站的市场里面有一家非常有名的岛灰，岛灰我推荐一下哦，那豆花非常好。对，我们也考察团去了之后哈、哦，之所以差点没有搭上火车回来，就是大家在为排队的那个豆花，哎呦，因为他赶回来车站有一点时间了。哎呦，哎，那我们干脆这样，豆花加上了刚刚东山夜市，我们就把它放在第一天的晚上好了。对，不错。那第二天中午要吃什么呢？接下来要带大家去的是一家民宿。哎呦，哎、欸，大家想说刚不介绍民宿了吗？对啊，哎、欸，可是它就是一个叫餐厅、哦，所以你不住宿也 OK， 也可以来用餐。大家可以看到这照片非常的漂亮，一进来你就觉得哎、欸，在田中央用餐的玻璃、嗯哎、味道餐厅哦，真的就像是一个艺术品，超级美的，摆盘也很漂亮，嗯、对，超级漂亮、嗯。大家可以看到我手上拿的这个啊，对，它是以花露菜，我是真的吃得到花瓣的那一种。哎嗯、然后我仔细一看啊，旁边他们有种了很多的盆栽跟植物，哎、欸，这好像就是我刚吃的那花、啊，因为厨师当天忘记买菜了，所以要新刷新刷。但是我其实也蛮放心的，因为我会担心说，哎、欸，吃的东西是不是来路不明？如果是自己种的，就很安心。那这就是非常漂亮的一个艺术品的沙拉。嗯、那它的其他的餐点也很棒，嗯、也很推荐大家。还有，哎，刚刚补上了食物的部分呢，刚、嗯、好是完好完满呐、啊哦。玲珑哥推荐的，难怪那么用力的给他加。下去了，好不好？那接下来呢？接下来呢？玲珑哥介绍完之后呢？那接下来换霸肉好了，来来来，霸肉，刚刚的景点都是2021的啊，你的可不可以更新一点呢？来，好，我要推荐的是有南台湾小溪头的森林游乐区，尘封了12年才重新开放，而且每天限量500个人才能够进去，导游组真的很难去的。哎呀，这个有点像家来的、啊，很像哦。每天限量500人，导游带团可能去不了，到底在哪里？休息一下。2022年必去新景点的评鉴呢，换成霸肉要推荐。他说呢，这里有一个呢，尘封12年、南部小溪头，而且每天只能限制500人、到底在哪里啊？好，这里就是啊，位于高雄桃源乡的藤枝国家森林游乐区。国家森林游乐区。对对对，那这个地方啊，因为它海拔大概是1500到1800，所以呢，你夏天去的时候，你会发现山上真的像秋天一样，所以它就有那个南部小溪头的那种美称。它有很多条步道，有树海步道，有秋海棠步道，有云山步道，还有一个叫西施花步道。四大步道。对，那如果你是那个脚力比较不好的啊，你就走树海步道。树海步道整条都是平的、哦，而且你会发现那个柳山、那个云山真的是壮观到一个不行。为什么叫树海？就是它非常非常的茂密，而且叫树海没关系。对，对，没有关系啊。然后你看树海下面还有什么呢？他还搭建那个木栈平台，有凉亭。那我就很喜欢去那边，然后就睡在凉亭上面。哎呦，直接去睡觉，真的很舒服。那个风吹来，凉，而且那个春天、夏天的时候，这边那个风就是冷气的风、哦，真的很舒服。而且那个芬多精哇，舒服到一个不行。给大家看一下照片，哦、这个就是树海步道看到的东西。对，然后呢，海真的是海、欸，对，真的是真的是整片树，对对对，而且那个风吹来，你会听到那个沙沙沙的声音，很像海浪、为什么叫树海？就是
量很多，然后风吹来那个声音，对，然后呢，你沿着秋海棠步道走上去，大概走一个小时左右，你就可以抵达上面的一个瞭望台。那瞭望台同时也是小百岳之一，叫东藤之山，它海拔大概是1800多的样子。然后呢，在这边可以看到什么呢？如果你人品好，可以看到玉山就在你的右前方。这里看到玉山，看得到玉山，从高雄对 对，还可以看到什么呢？看到南横的那个关山，你会发现这边是360度的景色。啊、对对对、嗯，那你来到从秋海棠步道走过去之后，来到这瞭望台啊，你就有两个选择，一个选择是走那个西施花步道，一个选择是走云山步道。那我建议你要走云山步道，从那个树海的那个心脏直接穿越下去，你会发现真的很美丽，走在树海里面的感觉。然后走下去之后就是接到原本的步道，绕一圈大概多久呢？大概2个多小时，其实也还好，对，不会太难。然后回去之后你就可以再回来这个游客中心这边，如果你有那个自己带东西，你就可以带泡面来这边泡。那我忘记带泡面，可以来里面，他有在卖泡面，加分大吗？在深山里面吃一碗泡面，对，那个感觉吃的时候都会干嘛？看旁边没有在吃就味道不一样，你这跟在飞机上吃泡面一样的道理啊，这些真的很棒。所以呢，每天限量500个人。那如果你没有抢到，你不用担心。我教大家一个小撇步，因为他500个人，这500个人不一定都会去，所以你要去的前一天的晚上，你就可以上网一直 F5 一直刷新刷新，你就会发现有一个名额、两个名额一直跑出来。抢啊！那如果前一天晚上看不到名额，你就当天的早上去看，因为当天你如果申请了不进去哦，你会被停权一个月。所以很多人他不去了之后，他就会把它cancel 掉，然后呢就会释出很多名额，所以当天的早上去看很容易就可以，还是有办法，很容易就可以找到。这个还蛮厉害的景点呢，尘封12年，南台湾的小溪头，这个景点我自己是没有给分权啊，我就给一颗星的，但是呢我给不准啊，我来来来，我还是要看看呢其他的达人针对了这个呢霸肉所推荐的新景点又觉得如何呢？来，请举牌来看到呢，右手边。玲珑哥给半颗星，其他呢都是毫无意义的给一颗星，所以来看到呢，霸肉呢他所推荐的景点呢，立刻排到第一名去了，因为呢他获得了4.5颗星的高分，现在来到了最高分的宝座，唯一这半颗星没拿到就是谁呢？玲珑哥，是因为带团不能去，限制500人，对，500个人，万一跟客人签约了，结果没有申请到了，那要赔钱啊，对啊，在那一个六龟的宝来哈，这个温泉那个一个花赏公园，因为种了1300多棵各种不同的，sakura 啦，花旗木啊，四月的时候花旗木啦，各式各样是长出来的那个树啊，它种了1000多棵啊。那个地方啊，为什么要种那么树？南台湾热啦，很热，然后它这边就是温泉，对不对？对，所以说呢，又热又让你泡温泉，它的那个让你泡脚池的地方有那个遮雨棚下来，然后这里面神奇啊，它有那个度假的小屋，度假的小屋哈，一般不是木屋就是水泥，对不对？对，它那个是帐篷的度假小屋，帐篷您跟他想象就是一个小木屋，就是一个饭店，一个山庄，一个小房子，只是它是用帐篷，还有冷气，里面大电视啊，冷气啦，免治马桶啦，按摩浴缸啦，冰箱啦，它就是一个度假村的感觉，不会很贵。然后呢，也有提供晚餐，也有提供早餐。然后呢，里面还有一区哦，提供那个如果你想要垂钓啊，要攀岩啊，另外再加个小这样，这5.4公顷呢，够大了。5.4公顷，1公顷一架地啊，所以够大。那50块的门票，国家的呀，50块门票你就可以去泡脚。可是玲珑哥，六龟我知道，我们光过去就要2小时。两小时是有点远一点点，对，我们不可能只去泡泡脚啦，我们要在这边住一晚的话，住一晚住温泉区的话，小雨这边有好的温泉饭店吗？当然有啊，因为其实刚刚有介绍到六龟那些景点我都去过，那我那时候是选择住在一个特色的民宿，给大家看一下，耶，它是原木的，对，那这个民
民宿呢，它是用原木屋去打造的，可以看到很多的加拿大的香山跟块木所组合而成的。那我觉得它其实就像是一个主题游乐园，因为我觉得庄主他很有心啦，他把自己家里的故事打造成一种复古怀旧的感觉，所以在他的这个主题游乐园区里面，可以看到荡秋千啦，有一些装置艺术啦，都是用 Q 版的图腾可以去拍照。那里面还有一个灵魂人物，就是柴犬，所以如果喜欢狗狗的人，也可以看到里面有好多柴犬的图腾，因为它里面有一只电狗，它的爱犬，对，它的爱犬也把它融入在这个民宿里面。对，那我刚刚讲的只是它的外观，那最重要当然是民宿里面好不好啦。那民宿可以看到它真的就是一个一个的小木屋，一间的小屋，一间间的小木屋都是民宿主人他自己去打造的。对，那我住的那一间房间特别可爱，因为它是电玩风。哦，还有不同的风格主题啊。没错，那我那时候一推进门的时候就觉得很惊喜，它连门啊就是那种电动遥控器的门，那一进去的右手边都是木头，就是一个浴池。哎，我一推进就是一个浴池，等于说它在路口的小阳台区就设置了浴池，而且这个浴缸好大呢。对，还蛮大的，它上面是用透明的玻璃，等于说我不管是白天还是晚上泡汤的时候，你可以有隐私性的看到不一样天空的风景，天空也看到你在泡。对，那这个地方是泡汤区，然后接下来我再把门推进去，就是这个地方，它里面是满满的卡通主题耶。你可以看到它墙壁，对，它墙壁有一些遥控机啊，红白机哦，这个真的太复古了，适合小朋友，真的可以玩的，真的可以，很好拍照哎。而且它是设计楼中楼的，所以我就往上走。是我的客房区，就是床的地方。哎，床的地方还可以吃金币，吃金币哦，超可爱的，里面有金币，对，超级可爱的。它这个二楼的环境呢，还有一个小小的帐篷，小朋友也可以在这边玩耍。在外面还有一个露台，那个露台是可以看山岚的美景。我那天去的时候刚好风景还不错，所以它的视野还不错，可以看到六龟的一些那个鸟瞰的风景。对，那这是它的住宿区。那有些朋友想说，哎，如果我真的没有想要住宿，它也有大众的露天池，只要你有入住的朋友，对，你入住的朋友就可以免费的提供早餐跟它的露天泡汤区。它露天泡汤区有很多的泉池，有那种水疗 SPA， 因为有些朋友可能在房间里觉得说啊，就有这样泡不够，那你还可以去选择他们大众池，它大众池它也可以选择用买票的方式，如果大家只是单次去的话，有水疗的 SPA， 有冷泉、热池。通通都可以。那当然，如果泡完汤之后，大家想要来一个简单的登山健行之旅，它旁边就是美仑山步道哦，所以你在走完这个登山步道之后，又回来早上泡个汤，我觉得是很享受的事情，推荐给大家。好嘞，算是很有特色的温泉民宿。好喽，一个晚上多少钱呢？请看，3500元。温泉区3500，平日价含早餐，给各位做参考。只是我们都已经来到了高雄六龟，刚提到高雄过来、台南过来，时间都不短哦，2个多小时，不能过夜又走来。那个，因为马老师你介绍的地方，那所以我们这里住一晚，隔天我们还可以去哪里？在这附近啊，有一个茂林啊，茂林国家风景区啊，其实很好玩。你可以先去它的，比如说蛇头山观景台，然后你可以去看那个什么呢？看那个溪流在山里面大弯曲的那个情景，然后你就可以看到里面就有什么龙头山、蛇头山，因为那个弯曲的弧度啊，然后那个山凸出来的感觉，有的像龙，有的像蛇。然后呢，你之后还可以去这一个地方叫小长城木栈步道。小长城。然后呢，你可以发现为什么它叫小长城呢？因为它那个木栈道在那个山里面啊，它很像什么？很像那个万里长城的那种概念。那你每走一个转弯，你就可以看到很不一样的风景。然后呢，完了之后啊，你可以来这边的附近的一间手作面包店。那这个是一个卢凯部落的一个青年返乡，然后去用在地特色的红米，然后去做了很多不同红米的一些面包。它有那种红米的法国棒子，用红米然后法国面包的那种概念，还有红米再跟卤肉，然后包在那个面包里面，然后你可以吃到很多红米特色的一些相关的面包，那真的很好吃。那记得在这边买了之后要带去哪里？带去茂林的一条步道，叫做罗慕斯溪
步道，到在这里。对，那这条步道啊很漂亮，为什么呢？因为旁边就是溪流，然后那个溪流的那个水声啊，然后鸟叫声，虫鸣鸟叫伴随着你慢慢走。那沿途有一个吊桥，你从上面就可以看到它的下面，然后横跨在那个溪谷上面，而且那个吊桥下面是裸空的，它是那种、哦、那种铁嘛，然后你可以直接看到下面的溪谷，你会发现。走在上面真的会发抖，紧张，对对对，可是它其实很安全。过了这个之后啊，你会发现终点是什么？终点就是茂林谷瀑布。那个瀑布啊，哇，那个高度落差非常的大，而且下面是一个大深潭，水非常非常的清澈。哦，露露，这个行程看得起我们呢。怎么说？走这么长的路，只带我们吃面包，饿了，怎么喂得饱嘞？满分。那这种深山里面会不会刚好有一些深山美味嘞？当然有啊，我今天要推荐大家呢，都来到这个茂林风景区呢，我们可以从刚刚那个露露介绍那小长城步道，再往上面开一点，大概十分钟的车程，来到这个多纳村。这边有很多的美食，而且呢，它还有很多就是卢凯族他们保留下来的一些他们的雕刻啊、壁画啊，还有石板屋。那这里就有很多的餐厅，你走进去的时候，你就会哇，好香哦！到处就是，因为他们来到这要吃什么，就一定要吃他们的石板烤肉，还有他们的香肠、马告香肠，还有粉肠，然后还有他们的小米粽，我吃了小。小米粽，对，然后他又附你一些生菜。那我觉得很特别，是他们是现点现做，然后你就看他们的石板在平台上面，然后就在那边炒，然后放他们自己搭配的香料啊什么的。哦，真的好好吃，我那时候直接就点一套，一套吃下来便宜几百块又好吃。吃完这个多纳村部落的美食之后呢，我还在加码推荐一个一样在茂林风景区非常好拍照的一间蘑菇屋，好可爱啊，好像一秒走进童话场景一样。那其实这蘑菇庄园它占地没有很大，它户就是蘑菇屋的外面其实就是一个小的庭院，但是它摆设了很多就是跟蘑菇相关的一些造景，像马里奥啊，还有那个就是小矮人啊，刚好呼应刚刚小雨推荐的房间，真的，这样走进就是走到它的建筑前面，你就会觉得哇，好像一秒走进童话场景的感觉。很多人就走过路过都一定要拍一下照，因为会觉得天哪，这到底是民宿还是什么？那它其实是一间异国料理的餐厅，它提供很多的料理，像是有意大利面啊，然后还有一些像是甜点啊、松饼啊、小火锅等等的。那餐点其实很平价，大概200-300那边，那每个人低消就是80块，很便宜。如果说你只是想要喝个下午茶，可以。所以有些人来到茂林风景区，你可能进去之前走要开始要散步嘛，走步道，可以先在这里用餐，或者是离开之后来到这里喝个下午茶。好，所以呢，这就刚刚露露所推荐的高雄桃园乡的景点啊，搭配了六龟跟茂林走一走。目前呢，分数最高排名第一哦，4.5。压轴推荐满分要推荐的景点呢，会不会击败露露呢？休息一下。2022年新景点大评鉴啊，来看到呢，刚刚前面三位都推荐完之后，压轴变成满分哦。满分要带我去哪里呢？满分要去的是，哇，那真的是最新的，2022年一月开幕的，有没有办法击败露露登上第一名呢？来，满分带我去哪里？跟大家说，现在呢，我们不用跑到深山，来到市区里面就有一个城市的绿洲秘境。所以刚刚巴罗那走太远了。对呀、啊，这多近啊！搭车或开车都直达，旁边就是停。停车场，我要介绍一下这个园区。这园区占地2000坪，它把呢台中热门的这个草悟道公园啊，整个大升级，把一般我们只是散步的一个公园啊，结合了品牌的美食，还有那个绿植的景观，对，然后呢还有一些就是假日的市集，以及表演的活动跟特别的展览，这些做一个大结合。然后它现在是在城市里面打造一个露天型的这种绿洲秘境。对，非常的漂亮。那这个地方呢，它也是台中的美食新地标，因为它进驻很多特色的异国风情的一些料理餐厅，像是一些韩式的烤肉，然后道地的印度料理，欧风的咖啡馆，然后还有我要推荐的这个，就是从鹿港上来
爆红的这个小盼饼，日式小盼饼，对，它吃起来有一点像是那个抹吉的口感，有红豆啊、抹茶各种的口味，而且我跟你说它非常的好吃，对，口感很多，然后口味很多，口感很棒。刚刚呢，第一名的霸肉呢是这个南台湾的溪头，现在呢城市里的绿洲能不能击败溪头呢？针对了满分的压轴推荐，请举牌来看到右手边。两位导游都给半颗星 啊，左手边很团结，两颗星，志杰也是给一颗星，所以呢，来看到满分最后压轴推荐的景点呢，获得了四颗星的高分，分数也是很高啦，只可惜呢，还是没有爬上第一名。玲珑哥，你今天很严哦，你又只给半颗星，真的。你也知道，我们的观众不是只有你们年轻人，也有这种五六十岁、七十几岁的，从我们带团出去了，等下在看电视，头是中青，就知道对啊。您这个太新了，太新了，老人家尾哈，我来介绍你几个哈，这一个五星级大饭店里面的菜市场啊，好，菜市场就菜市场啊，就在他跟百货还有一个，哎呀，就在他隔壁而已，五星级大饭店里面百货公司，对，一楼、二楼百货公司，你从百货公司进去之后搭电梯到三楼，看着哎呦，怎么好像很有日本风味的，写着第六市场，第六市场，有卖水果，有卖水产，有卖肉，鸡肉、猪肉也都有，那有卖五谷杂粮，卖小吃也有，卖热炒也有，那个地方在卖生鲜的，老板多少钱卖卖，怎么马上帮你料理也有，也可以立刻煮，就像在港滨一样，直接就料理，然后吹个冷气啊，这厉害了。好不好？所以呀、除了满分推荐的这景点之外，旁边还有一个百货公司里面市场也可以走一走，重新定义市场的这种感觉了。只是都已经来到了台中啊，那要问一下小雨，那附近呢？因为刚刚的行程大概半天，还有半天时间还可以怎么逛？好，那就带大家来看一下我的地图啦。因为其实呢，刚刚满分介绍那个景点，车子好停，那我们停了就不要开出来了，不然停车费贵贵的。那我们就可以开始步行了。接下来就可以带大家去草悟道。草悟道我觉得它很适合亲子，它就是一个大草。你如果想要带个野餐垫在那边野餐一下，我觉得也很适合。接下来呢，你们还可以步行到哪里呢？接下来可以到我们审计新村。审计新村哦，这个是已经很有名了。假日的时候有些市集，有很多的摊贩，你可以看到一些很多年轻人做的手作小屋，好精致。如果你要送礼的话，绝对不会重复。所以大家去逛下来，如果你每一间都细细的去品味，你每一间都去好好的拍，其实会。花蛮久的時間，真的逛一天了，对，没错。那个路线啊，其实一天根本逛不完，而且呢，现在台中新景点太多了，多最好还是要住一晚、过夜、对，那肉如我想问一下、如果我们就要在这个附近轻轻松松找个地方来好好住一晚，你要推荐哪里？好，我要推荐这一间是最新奇的一间饭店，最新奇。對對對，那很特别是它的外观，你会发现有人把它称为叫做荷兰格子屋，或者是荷兰积木公寓的那种外形，很漂亮。那来到这边呢、你会发现走进去之后，你很像走进什么呢？走进美术馆的感觉，因为它每一层都有什么呢？都有不同主题的那个展览。有时候我们不是有时候会去拍那个整个都是雨伞，然后的街道嘛。它这里面就把房间的走廊，然后布置成整个都是雨伞，然后都是装置艺术的感觉。所以你住的时候，你会发现大家都在那边走来走去，为什么？因为这一层拍不够，还要再去下一层。好忙，小朋友边走就边唱歌了，一闪亮晶晶。对，而且它是不定期会去变换不同的一些展览的风格。那最推荐的就是要住什么呢？住它最顶端12楼的星空，星空什么？星空客房。为什么？因为为什么呢？因为上面它有很多，它的房间里面有很多种菱形的东西。然后呢，你就可以看到像这个房间里面，你会发现它的窗户就是菱形的，所以很多的一些网红，他们都会来这里干嘛？躺在那个窗户的旁边，然后用不同不是拍正的，会拍歪斜的，然后呢再带一点什么？带一点台中式的那个城市的一些风光。那如果蓝天的时候带那个蓝天的风景，所以为什么拥抱台中最美的天空就是这个原因？对，有道理。那住在这边一个晚上多少呢？哇塞，最基本的房型，入门房型一个2开头，不贵吧？而且还
含早餐。对，那因为它是知名品牌的集团，所以你会发现它的早餐也非常非常的丰盛。最后呢，这个呢就是满分所推荐的景点啊，也获得了4颗星的高分，很高。我们就总结一下了，今天呢这2022年新景点的争霸战呢，最后呢每个人都很厉害，但是呢获得 MVP 的是霸乐的部分啊。今天呢来恭喜啦，我们就感谢我们的专家来宾提供了宝贵意见啦。这个2022新景点，不管分数如何，其实都很值得一走一走。感谢你的收看，你有金蛋号，下次见，拜拜。